哇，漂亮！这一去的，因为我们一领先哈、哦，他就敢打，你可以看出哈、哦，这正拍啊、哦，这个出手了，正拍出手了，啊，应该拿起来讲，正拍是比较难打的。C 八。啊、哦，左右开弓，最后呢，先会很积极，稍微做一些侧拍或者正拍，再次的得分。哦，对头，因为可以再做一个过度的拉球的动作，其实打哦，因为你退稍微已经退后了，你要再打快的话，确实不容易。对。啊、哦。跟我讲，球不能回回来给美国，四比五。所以彭伟这边这一局看起来又是很有希望可以取得胜利啊、哦，十比五，现在是局末点。正牌，哇，哇，非常快。好，这边又由彭俊威拿下了十一比五的比数。第四局打完之后呢，现在是彭俊威应该是连拿两局啊、哦，因此把比数扳平为2比2的平手。所以待会儿比赛要进入到最后一局第五局对战，因为时间只剩2分多钟了，2分多钟，所以必须要强领先，必须要强领先。好的，现在两队啊，在大比分的部分呢，又回到一局的差距了。所以这一局呢，是我说到希望可以赢球，把大比分的部分呢给扳平。对，然后这个最后一局的比赛就是强领先啊。那我想彭天威的战术呢，正拍应该要多用一些的，尤其正球，所以他就第一球呢，也展现出这种霸气啊。啊，以十种分数来讲呢，我想还是用力的快打。哦，能够发力就发力，能够发力就发力。正手，对了，好，一踢，哇，这个紧张哦，现在1分30秒左右。哦，这个球想要加直线，结果造成失误。球先拉起来，正拍，哇，这个球。他的队友说有擦边哦，现在哇，主审，他认为没有擦边，有啊擦边啊，这个对每次队来说当然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看，所有的这个队友啊，统统站起来啊、哦，这一分我们要，这一分是我们的，上来，哦，这样，对呀，就抓进来哦，这个球确实是机会球啊，哇，双方。哦，当然有压力哈、哦。那这个球发球，看能不能彭天威再有进攻的机会。开分，这拍，不错，哇、哦，不错不错，哇，因为这两个门手要赶紧的发球。彭天威是慢慢的，我擦个汗的，因为六分哈、哦，总分六分，你可以看出四个说，你总分根本不，哦，现在直接很暂停了，连很暂停，这样子对四个分比较有利，对，要不然时间会整个被消耗掉。还是把这个运动啊，给稍微这个冻结一下，把时间给冻结一下。那在最后两分的十种分数啊，轮到两次发球啊。我想这个发球之后就快打了，看能不能哦，因为事实上33秒啊，应该是发长球跟他拼的。对，长球，哦，真的拿到第一分，我就准备再发球了。快打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对了 ，OK， 你看，4比4，啊，有机会哦，应该是最后一分，因为，就这样，哦，就这样，现在应该是最后一分了哦，最后一分，彭俊威。最后一分的决胜分。哇，双方确实很紧张哦，那这个。我爸爸看陈建南也是当冬天会在加油、啊、是秒数最后一分的比赛，剩下一点点时间，对，应该就是最后一球了啦，好，发球抢攻，打完了，他打完，对，二级的，哦哦，擦边，他认为擦边了，擦边，哦，对啊，最后一分了，因为靠着这个幸运的擦边球，应该是有擦到，但看起来不太明显，不过
从斯诺克赛他变成很生气的表情了。他最靠近这个球，他自己晓得有插到边了啊、哦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因为打整个场上啊、哦，最清楚的就是双方打球的球员了。哈哈哈哈哈，是这样。擦边，对他本来说，哎，好像出点很擦边，他自己知道擦边，然后就生气。哇，红牛也是蛮幸运的哦，因此这最后。